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一天的开始，我们可以起来思想神的话语是多么的美好，也是多么的有福。一天开始，我们要求神来炼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一天的开始，求神赐给我们单纯渴慕的心，好让我们有受教的耳，可以聆听神的心声，接受神的话语，带着使命去过一天的生活。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历代至上29:20-30，大卫对全会众说：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会众称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低头拜耶和华与王。次日，他们向耶和华献平安祭和燔祭，就是献公牛1000只、公绵羊1000只、羊羔1000只，并同献的奠祭，又为以色列众人献许多的祭。那日，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吃喝，大大欢乐。他们奉耶和华的命，再高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作王，又高撒都做祭司。于是所罗门坐在耶和华所赐的位上，接续他父亲大卫作王，万事亨通。以色列众人也都听从他。众首领和勇士，并大卫王的众子，都顺服所罗门王。耶和华使所罗门在以色列众人眼前甚为尊大，极其威严，胜过在他以前的以色列王。耶西的儿子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作王共40年，在希伯伦作王7年，在耶路撒冷作王33年。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他儿子所罗门接续他作王。大卫王始终的事都写在先见撒母耳的书上，和先知拿单并先见加德的书上。他的国事和他的勇力，以及他和以色列并列国所经过的事，都写在这书上。读22节，他们奉耶和华的命，再高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作王，又高撒都做祭司。这里说他们奉耶和华的命，再高所罗门作王。按列王记的记载，我们知道大卫另外一个儿子亚多尼亚自尊为大，一心想要图谋王位，甚至大卫还没死就自立为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反而带给所罗门提前登上王位的契机。因着先知拿单的帮助，大卫提前高立了所罗门做王。其实我们看见，按着年龄跟排行来看这个所罗门想要这个做王都别想为什么呢因为根本轮不到他根本不能轮不到他来做王。但是呢，唯有神能够使人升高因为所罗门能够继承王位，完全是出于神的应许跟他的拣选，所以所罗门才能够这个继承王位。在历代志上22:8-9记载，大卫从神领受了话语。那时候神对大卫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以色列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弟兄姊妹注意这一段话，神说他要赐给大卫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神已经为他取了名字，他的名字叫所罗门，神要做所罗门的天父，那么这个所罗门要做以色列王。神不但按着他的应许成就在所罗门的身上让所罗门接续大卫作王，
同时呢，今天的经文23节说，神使所罗门万事亨通，以色列众人也都听从他。甚至25节说，耶和华使所罗门在以色列众人眼前甚为尊大，极其威严，胜过在他以前的以色列王。这里说所罗门的尊大威严胜过他以前的以色列王，其实啊只胜过扫罗跟大卫，但已经不得了了。感谢主啊，这个所罗门可以万事亨通，极其尊大威严，成为以色列历史中最强盛的王朝除了神的拣选抬举之外更是因为他起初登上王位的时候，在神面前谦卑寻求要得着治国的这个智慧。因此神说，你所没有求的我也是给你，就是富足尊荣在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比你的。其实神所要求所罗门的是什么？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诫命但是呢，我们看见所罗门却只有遵守他父亲大卫的话。有一句信仰这个话是这样说的：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神是我们的父亲，不是我们的爷爷每个人都必须亲自相信自己做出的决定你可以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拥有更多蒙福的机会，但没有人能够强迫你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你的家人只能够为主来做见证却没有办法给你永生。基督信仰必须传承，但是不是遗传因为在神的眼中，人生最蒙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跟我们生命的主，那才是真正富足尊荣和万事亨通。26节到28节，这里说，约西的儿子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做王共40年，希伯伦做王7年，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他儿子所罗门接续他做王。这是历代志对大卫一生的总结。新约圣经总结大卫的一生，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说他是按神的旨意服侍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圣经提到能够日子满足而死的人少之又少，而一生能够享受丰富尊荣的人那就更少了。对大卫来说，神的恩典真是一生之久。其实大卫一生的岁月里面也尝过人生的各种酸甜苦辣的滋味。小时候我们看见大卫是一个被家人轻看的小牧童。诗篇27篇10节那里说，这个大卫自己自己说他的父母离弃他神却收留他。这个是很重要，就是因为大卫懂得投靠神。那么青年时期的大卫呢，他一心想要报效国家却被扫罗王追杀成为亡命之徒，但是他还是懂得来倚靠神他不敢得罪神去杀害神所高立的扫罗王。到了壮年时期呢等于是他登上人生的这个高峰的时刻，他成为一国之君。很可惜的，因为他杀人夺妻的罪让他陷入刀剑永不离开大卫家室的可怕刑罚里面。那么以致我们看到他的家庭这个儿女乱伦，手足相残，儿子追杀他他被人藐视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惨况。但是因着大卫真实的悔改，谦卑求神赦免的行动所以我们看到他又再一次的回到神的恩典之中。
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诚恳悔罪的一篇这一个一篇诗歌。在这篇诗歌里面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是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大卫求神赐下清洁的心，求神赐下正直的灵，其实这也是我们需要向神恳求的。我们看见到了大卫晚年，圣经说他虽然盖上棉被还是不觉得暖和，表示大卫年老体衰身体不是那么健康，但是感谢神的是，经过种种的苦难，大卫活出生命的色彩。不管在世人在神的眼中，大卫的一生都是充满着价值，充满的意义。在神的眼中，大卫的一生更是没有白活，是不是？因为他爱神，神使他的一生成为美好。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大卫的一生不只是善终，他更是完成神美好的旨意。如同保罗所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在历代之中，我们还看见大卫的一生始终专注在建造圣殿和圣殿中的服事。我们看见大卫跟神拥有亲密这个美好的个人关系，以至于他心中一直能够渴慕为神来建造圣殿。我们看到他向神的敬拜也是非常有恩高有能力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生也能够立志讨神的喜悦，凡事以神的事为念凡事让神来居首位，好让我们一生也能够成为合神心意蒙神所爱的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透过大卫和所罗门这一对父子，把你的信实跟慈爱显明出来，让我们可以学习，让我们可以效法，这是多么宝贵的恩典。现在更求主怜悯我们，愿这个时代有更多敬虔爱主的父子被兴起，代代相传，像大卫、所罗门那样，父子可以同心侍奉主，愿意奉献自己为主所用，并且成为教会中最好的榜样，有尊荣也有成全。谢谢主，这样恳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